至本局比赛。可能很多人说我强，他可能觉得不以为然，但很多时候你如果打下了的话，只要在我对面试一下，其实我很惨，四个观众现在把我按在地上打，打得我满地走，满地找牙的那种，我还不知道能不能找得到。加班了啊，现在已经加班半个小时了，这把打完下班了，各位。敌军还有30秒到达战场，碾碎他们。少爷，我回来了，少爷。昨天咋说话的？没有什么能够阻挡我对人头的向往。什么？啊？什么东西啊？我每天都要练习扛扛击打能力，所以我无坚不摧。待会所有人的嘴脸我都会记住。哇，进化节点啊，厉害了，我可以打字了，666，先夸一波队友。大宝呀，这些人上来打我的所有嘴脸我都会记住。好可以，下法没闪，寒冰没闪。听说你要齐天大圣，怎么个齐法？小法师拿个大哥大，我没闪吧？我两级了。所以他妈的他双挡剑 A 人真的妈的痛，真的 A 的我。这么狠的 A 的我自装都放了，我靠，他把你打死了，我看到 A 点你，不是他双步的掉线你知道吗？双导剑太厉害了，他两级了，这个人有点厉害，我知道他两级了，他等级了，想骗我，可是我是那个人吗？你呀，所以我才一级，你能不能搞慢好些？我有一个消耗点。我一级表示很难是。三级，你怎么才一级啊？你还是个宝宝呀。没关系，我会照顾你。我们走。兄弟们，我下播。今天我不勾中你这个拿大哥大的，我就你表弟别动手了，这边拿一把，打个表哥。什么阵容？哪里不知道的？我卡，好卡。你完啦！啊！不动死死！给你投，快点！我要想垫一刀砍。哎，兄弟，你上次欠的那个屎，我永远记着。有吗？有。什么时候啊？在。不是我不算，我在2019年3月28号晚间10点钟。3月28号晚间十点钟。往上面走那就死了，这就越长了吗？
兄弟，他装备真的很好，你这。我没闪，我跟不了兄弟。不当人是吧？啊？你以为你是谁啊？可恶啊！这冲，我怎么冲啊？不是啊，这还没他妈有两把刷子。加油啊！大哥，你有装备的。你看别人装备。过来给你 W 兄弟，哎，一般这种情况要提前发一个信号，不然的话他怕他点不到你，你知道吧？发信号的地方就是给这么容易。该没了。这么自信的吗？小姐，啊，兄弟，他这还不死啊？不是白混了吗？在正魂街混这么多年，不是开玩笑的。兄弟，两个治疗。嗯呐，又回家装备了。嗯，这场面很喜欢回家。哎，我就好奇，你说我底下法是怎么跑得过来这么快的？啊，其实主要是他复活太快了，他很激烈。他怎么每次跑过来都这么快的？小法师在干什么？哎，你这，你怎么死了？不是吧？大哥，不是，给他一点机会。你这给那个韩冰那个想操作的，哎呀，好痛！哎呀，哒哒哒，哒哒哒，打不赢。哦，哎，啊，要我打不赢。这个人有闪现的，还有贴球的，稍微操作一下，走过来，往上走，走过来，往下走。难不难受？就是憋得有点难受。对。那么凶吗？不叫了，不叫了。我刚刚是什么伤害？怎么直接把你打死了？我也不知道。咱把这个 W Q 我不知道什么鬼伤，而且没有法强，就一个彗星。都难在走位啊。这个魔看吧，我感觉他们伤害好高啊。这寒冰挺会玩的，还会去中路补线。一时操作都很到位，因为一个镰刀看起来好大，放过他吧，他还是一个孩子啊。这海眼就进化了，杀了南川一直进化。来了，老弟，在这呢，杀你一个人。二，不是吧？哪里跑？你现在过来了，来这里找寒冰吧。不是有那个吗？给来个惊喜。有了 buff 吗？这准备现在过来。我已经不能再喜欢你了，我要跟你说再见了。你要不要去追求我的梦想？在这里等着。你会为我加油的，对吗？哦，寒冰，包饺子，你看着宝贝。哎，人家也有意啊。怎么了？哎呦，我觉得他挂机了。不可能，四杠二怎么挂？不是，就是因为他四杠，他觉得队友坑。
对吧？我是 对吧？就是因为他四个烂人，被挂机了。他这个人，玩英雄联盟仍然真的，我心思研究的很透彻。这小法师不是打辅助的，玩了1500场小法师，我这寒冰玩了800多场寒冰了。小法师有闪现的，好牛！哎，跑什么？哎，应该是吵架了。就是因为这个寒冰他有人头，他觉得他玩的没问题，知道吧？不过确实他玩的没问题啊，这个小法师的问题要稍微的大一点。不来下路了吧？你把塔拆了吧？还打算埋伏他一手？怎么？他让我们下了两次怪物，他不想跟我们两次。哎，又挂机，又打得不巧啊！他没挂机，他去上路了，你看到吗？叫什么闪啊？然后这个辅助不是玩辅助的吗？玩中单的。但有些玩中单的，妈的玩辅助特别猛，真的是个莽子。而且最恐怖的是，我经常被这种不是玩自己位置的人他骂的打懵了，真的，因为这种他妈的他的心里你猜不透。哎，你们回家吗？回了，那真挂机了，你就猜了吧。铁定挂机的这个人。哎，这一局就没前两局好玩了啊、哦！这局感觉换了不少了。哎，算了吧，不抽水赢了。谁让你那么用力、啊？谁用力了？很温柔的，好吧。都被你打吐了，还没用力。真的没用力。小冰冰都挂机了，还说你没用力？哎呦，没挂机啊！给你个费，他挂机不能挂。干嘛呀？这是谁啊？怕什么？就是个红警。觉得像不像兄弟们？我忽然觉得这个小法师有一种像一个翼，把自己框起来。哎，小法师人呢？扒进去了，扒进去跳打一顿。旋风的金属，我跟你们说，抓水水死。哦、哎呀，我还差一个头，好多个助攻啊，不太好拿。你看我科比技，我来了，救一下他。他不用我救，他好像有点点。好像他妈一棒子。干嘛？没人打呀？来打我是吧？啊！这！被晕中了，本来想叫 W 的，哎呦，大刀躲得好，我开始了吗？哇！是不是帅的你妈？太帅了呀！是不是帅的你哭了？哇、哦，老哥好厉害哦，好棒哦！你这个啊，他妈也太帅了吧！这个魔卡，
说感觉顶不住。这个大招回来大两个也太帅了。这个寒冰时不时出来一下，出来一下就带我走了，有点难受。你以为是空大？哎，不存在的。给他一拳。听不到，锤子要出红炮的。三枪，三枪，三枪！来呀、啊、来！来呀、啊、来呀、啊、来呀、啊！三枪，三枪！完了完了，他被科比击了。哎，来点助攻吧。还差一个头，四个助攻，兄弟们有尽力啊，好吧。小冲在哪里？不中了，这是真的 ，A 一下。有点难，走走去把寒冰逮住。寒冰人呢？完了，他把先锋招出来了。差一个啊、哦，兄弟们。OK， 还差一个人头，有点难。这人头算了吧。算了。是在这个地方我肯定拿不到，所以咱们出来一点。这里危险啊，泉水这里太危险了，你还干嘛呢？你打够了没啊？小马是有大招的，这个法外绝对分出来了。给我单挑！哎呀，给我一个嘛！我他妈招你了！这小法师为什么要上来E我一下呀？兄弟们，尽力了，拿不到。我这三个，我觉得也有点难。只要这寒冰挂机了，不挂机的话，这二十我随便杀了。寒冰挂机了就很没意思。哪里错？难受啊！